一起休息啊，他们的工作很危险，因为很多他们会搞错。希望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啊，好好的一起休息。根据圣经查考，神的圣句，你是一个活的魂，这是圣经里讲的。 魂呢，要跟活的魂，要以这个有一个肉体，还有一个灵，人的灵，一同生活在肉体里面，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个魂不能单独活在世界上，它必须有肉体，还有一个灵，才能够一起活。这是创世纪。 第二章第七节，我特别列出来英王日本这本翻译圣经，其他的英文圣经翻译、中文圣经翻译都没有这样翻译出来。啊，好像它中文是这样啊，中文是成了一个活的魂 ，Man became a living soul， 所以。 上帝恩待我们有这个时间可以这样查考圣经。今天也要记得，我们人是一个 living soul， 一个活的魂，活在这个躯壳肉体里面。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形容啊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肉体，吹生气，这也是人的语言表达那个翻译。 进入他鼻孔里，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这是照英文翻译，这本圣经不是这样翻译。是，我现在还要提醒你们，有时候你们看见圣经里的真理啊，你去打电话去问人，你不是问人你应不应该遵循，你是问人这些圣经是什么意思。 啊，如果你应不应该遵循的是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，你不能问外面的人。你查考要问是这个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是什么意思。OK， 如果你要读到圣经去问人的意思，那就很麻烦。我常常用自己做比喻，我年轻的时候。 邻居、亲戚、朋友，所有人都不信耶稣，我自己决定我要信耶稣。如果我去问那些人呢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应该信耶稣，他都告诉我要去拜菩萨，跟妈妈去拜菩萨。OK， 所以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好好的把它研究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个活的魂啊，人的肉身是尘土造的。 人的灵呢是神吹生气而来，这个呢是我感觉到猜想的。如果你查考不是这样，我不介意。啊，我现在还在研究，人怀在母亲的胎里面，什么时候还有这个灵合起来？有时候呢，我在猜，可就是猜想啊，可能是妈妈。 生出来，医师在他屁股里面呢，一巴掌，然后啊大声哭，那时候开始有魂，可能是我就是可能，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灵活起来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第一声一哭的时候啊，他才是成为一个人，他的灵魂肉体结合成为一个活的魂。 活的人 ，OK， 他才算是一个活的人，人自己呢是个活的魂啊。刚才我们读圣经看见了啊，人自己本身是一个活的魂啊，再练习一下啊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肉身，吹生气进他的鼻孔，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记得啊，这个要找到记得，人是一个活的魂。 所以人死了，我们说这个人离开世界，不是他的肉体，啊，是他的魂，还有他的灵。好了，人自己是一个活的魂，记得啊。
人肉身死了，身体回到尘土去，就是化成灰，也是撒在地上，所以不要我们跟我变这个。归圣经里面是说，这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，上人恩待我，我研究圣经发现这些经文，把它排列出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啊。灵要回归是灵的神。 我是照圣经抄给你看的，那再来一次，人死了，是他的肉体死，不是他的灵死，也不是他的魂死，是肉体死。肉体死了以后，肉体归尘土，灵回到神那里去。这就叫魂必须寻找新的永久居所，因为他不能死人，他必须有一个地方居留，所以人。 肉体死以后，就变成有人有人像游魂，或者是变成鬼，有人这样，他不知道这是鬼，其实是魂，他就必须找新的居所。我们就是我们是魂，活的魂，在这帐篷里肉身肉体，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第4节，哥林多后书5章第4节。 叹息劳苦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，怎么叹息劳苦？圣经里面形容的非常好，非常精彩。只是呢，这是200年前的翻译表达语气，我会把它好像今天的语气表达出来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就离开这个肉体。我们有时候很讨厌啊，我受肉体这里痛那里痛。 那我换一个就好了，OK，讨厌，但是呢又不能离开，又不想死，啊，舍不得这个肉体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个肉体越来越老，越来越无能，力气越来越少，啊，老了不好看，所以想换一个新的，但是呢。 又没有办法，所以人才在想，现在可能有机会哦，把这个肉体啊重新来翻新一次。从以上经文看见，我们魂渴望要穿上永不朽坏的身体。我是一辈子都渴望。我常在想，因为我从小啊就看见这些人欺负人、打人、偷东西、杀人。 如果我有一个肉体，好像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肉体，我就可以把这些邪恶的人啊吓到他不敢犯罪作恶，突然间在他身边出现。啊，我就一辈子都在欣赏，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个身体。我们坐飞机到香港不需要坐飞机，一下子就到，啊，就是有这种身体。 那就真是奇妙了，就在这里记载的，明白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困难就在这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50多年一直希望有这个身体，直到现在还都不到，还在我的魂还在这里面叹息劳苦，希望会穿上那个又不舍得这个，明白吗？大家明白了吗？ 啊，我们希望有那个，但是又不舍得离开这个，甚至我们的劳苦了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倒去做出来了。就是罗马书使徒保罗自己形容的。我就是那个魂记得哈，我这个活的魂呢，很喜欢做好事。世界上人都不知道，他是良心。 他用良心来形容，但是呢，魂常做出来违背良心的事，那些恶事，原因就在此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若我去做我这个魂，控制我这个肉体去做，不愿意做的，我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这是最危险。罪也能够住在我们肉体里面。 所以，如果你有罪啊，最好越快解决越好，不要延迟。
要赶快把它解决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这经文说明，罪能住在人的肉身里面，罪能叫肉体与魂作对，控制人去做恶事。所以我刚才说啊，如果你信耶稣，要去问人。 你问到一个忠心爱主的人，没问题。你问到，但是普通你忠心爱主的人呢，1000万里面有几个呢？所以你中马票六合彩啊，还要难。所以罪能叫肉身以魂作对，叫人做恶事。因为按照我里头的魂，其实这个也翻不对，因为是按照我自己。 这个活的魂，我是喜欢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按照我这个魂的意思，我这个活的魂，喜欢听神的道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最幸福最好的事。但我觉得肢体肉体里面另有一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就是我的魂。 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肉体中犯罪的律，这是人为什么会做违背良心的事，会做犯罪作恶的事。罗马书第7章，你们有机会回家去把罗马书第7章把它读几次。如果你知道人有灵、有魂、有肉体，还有可能有罪，所以才知道你为什么头脑里面有很多声音。 这个声音，那个声音，还有魔鬼的声音，然后你要分析，所以你必须读圣经，有上头脑的智慧，分析这些圣经，哪一个我应该做，哪一个我不应该做，这就是为什么神保留这本圣经。当罪结合肉体的情欲与魂交战打仗，魂就没有希望了。 这个魂，他把它锁在监牢里面。很多人说，我从这个我年轻时知道了，人犯罪有三步去：上帝不存在，良心埋没掉，埋葬，第三步才能犯罪。所以这是我从年轻就学到这一点了，就知道人犯罪之前，先要神不在这里。 或者不存在，良心埋葬，就是把魂锁起来，然后呢，肉体跟罪一起去犯罪作恶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不会稀奇。为什么去年上一排在这里附近有一个韩国人，他杀死他的16岁孩子，杀死他的太太。 他们还常常去教会的传家，去某一个教会，我不讲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的魂被锁起来了，没有办法发生作用。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呢，我才能看见有这个感受：人有灵，有魂，有肉体，自己是一个活的魂，那个灵呢？ 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只是叫这个肉体能够活作那个作用。我魂，我就是我，这个活的魂，真是苦啊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愁苦、很愁闷，真是苦啊！我脱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局死的身体？啊，这里就是。 很多人自杀就在这里了。那我现在先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自杀，自杀是要下地狱的。这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3章17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3章17节，我们这个肉体是神造的，是属于神的，借给我们用的，那个灵也是借给我们用的，因为叫我们可以活在这地上，我们只是一个活的魂。
所以呢，在这个我们这个活的魂，活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，这个肉体去做这些违背我心意的东西，所以我非常辛苦。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。所以有些人一想想，越快离开他的肉体，离开他的肉体，自杀了。 OK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自杀，你不能自杀，你自杀是要直接下地狱的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而且这个脱离啊，不是脱离他的控制，不是离开这个肉体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内心是什么？那个魂。 我这个活的魂喜欢遵循明白理解圣经的真理，我的肉体呢顺服罪了，所以耶稣也答应说，你的魂愿意，你的肉体软弱，所以我们需要信耶稣，叫我们的魂能够得到圣灵圣经的帮助，然后站起来。 抵挡他罪的肉体的情欲，还有罪的声音。这是第三了，怎么能够脱离呢？人是一个活的魂，他活在这肉体里面，在这个地上有罪的地上，他常常叹息劳苦，希望穿到那个永不朽坏的，但又离不开。 这个会朽坏的，在这种叹息劳苦里面怎么办呢？要做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啊，我刚才提到那个灵，可能是有个作用，那是雅各书第二章26节。 雅各书第二章26节，那里说这个肉体没有灵是死的。我们中文翻译灵魂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灵跟魂是两样东西，所以他翻译肉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其实是肉体没有灵是死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要活着，提供我们的魂有个地方住。 是因为这个灵，神赐给我们灵，给我们能够这个魂能够活在这个肉体里面啊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，OK， 就是我们创造的时候成为一个活的魂，这个活的魂活在肉体里面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想办法，想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。 迷惑渐渐变坏的，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的道理啊，是孙是这个孟子的思想，就人之初性本善。我们出生的时候，你看从这里是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迷惑渐渐变坏。我们出生的时候是清洁的，是得救的，是好的。 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，这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有一点教育水准的，我们知道 value system 人生观，要改换一套新的人生观，根据圣经里面的思想逻辑，不是根据世界上哲学家。 理论家或者他们的演说，乃是要心智改换一生，一心心智改换一心什么？就用圣经这一套的人生观取代自己的人生观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看见没有？神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啊。 所以我们这个魂呢，活在这种环境里面，非常畅快，非常快乐。
啊，我刚才说，我年轻就一定要信耶稣，我不去问，那我怎么决定呢？我整个，你可以说整个环境，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信耶稣的，我有一个人信耶稣，我怎么样决定？因为圣灵上帝恩待我，有人在街边捡我去读书，那读书那边他们是信耶稣的。 我的环境呢是拜菩萨的，那么读书那边呢是信耶稣的。我从小就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呢非常仁慈、正义、圣洁。那些拜菩萨的呢，在菩萨庙里面都吵架。你有没有看见过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亲眼看。 啊，在菩萨庙里头吵架，OK。 总而言之，很多我不喜欢的事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我喜欢留在学校里面。我学校没有人了，我就去图书馆看书。我不喜欢回家，回家那边地方又不好，还有呢，那些人呢，他们的生活我不喜欢，OK。 我不讲那个很多坏的事情，我觉得信耶稣这些人呢，讲爱心、仁慈、正义、圣洁，我觉得很喜欢，所以决定从我开始，要信耶稣，不要再拜菩萨。很可惜，现在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也吵架，好像菩萨庙一样的。 啊，上一次有一个人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不告诉你什么教会，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这里地方非常好，你们有没有时间可以租给我们？”我说：“租给你，你要租什么？”我们来这里聚会，我们是一个某某某某教会，我们分开有一些人来这边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设立一个教会。我们现在在某一个地方。 聚会那里有好几个教会都在那聚会，吵死了，明白吗？吵死了，烦死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像你们这样安静的地方。看着，现在他们几个教会聚在一起都吵死、烦死。我那个时候就为什么我决定要信耶稣，我没有去问。 如果我去问他们，他们一人，我们几代，我们好多代都是拜菩萨的，你不能一个人去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你就没有朋友了。他们一定是这样，他们也是要告诉我，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拜菩萨，所以基督新造的人怎么样形象，上帝的形象，上帝形象是什么样？真理的仁义圣洁，我们的魂非常喜乐。 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方，你发现哇，到处都是垃圾，你说烦死了。没走个地方，哇，又整齐又清洁，嘿，高兴了，明白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的魂喜欢这个环境。我跟我太太呢最喜欢什么？海边、沙尘里面没有垃圾的地方。 清洁、仁义，非常好的环境。要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？要致使你在地上的肉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过欲、贪婪，贪婪去拜偶像。这个我现在还在研究，怎么贪婪跟拜偶像搞在一起？我要你们慢慢帮忙研究哈。 圣经里面的拜偶像跟贪婪都在一起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肉体情欲致死，把它消灭，然后你可以放心依照圣经行善事。上帝恩待我，我搞了50多年。哦，上一次几天前呢，我讲了一件事情，我太太不喜欢听。 他说：“如果你这样讲话，那你不传道算了。你知道我怎么说吗？你辛苦能听得见。”
我说，如果你四十五年前，五十年前讲这句话就好了。他说，为什么好？那我就不传道了吗？我这很爽，是的。如果你四十五年前、五十年前告诉我这句话，我就好了。为什么好？我就不传道，我不解啊。我上个礼拜会告诉你们，你不需要担心我会改行了，因为太老改不了了。这是现实的问题。四十五年前，然后他说五十年前我还没有认识你，我们结婚才四十八年，差两年，他就算出来，哇，真是，所以女士们好厉害，两年也算得出来，五十年，四十八年 ，OK， 我说了五十年，我五十年我还没有认识。OK，总而言之呢。 有时候人呢、啊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，还有一些话，有时候讲一些话他不喜欢听。OK， 你们若顺从肉体或走，必要死。世界上的人呢，没有得救，他一定要爱钱，越爱越迷糊，越麻烦，那是福不归，必要死。 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必要活。所以，我们信耶稣，这是最要紧。每天打仗，消灭邪恶的意念，操练行善的意念，每天的工作，你不能少的。好像上帝恩待我，他在劝我要吃一点那些好的食物，还有。 维他命，我照着他告诉我的吃，现在好像越来越年轻了。感谢神恩典，总而言之，你要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你就能活。那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我们四十年前来的时候，就是当初都找不到中国人了，哇，现在就太多了。 很烦的，走到这里，下面下去啊，又有很多时候又臭，明白啊？没有一个人守规矩的，过马路啊，好多时候我去，我要到下面去办事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等在那里等灯，没有人就走路，他们一定是说我这个笨人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要等的，我们的肉体常有个冲动。 都没有车，过去有什么不好呢？但是呢，有两个意念，我必须遵守律法，所以呢，我常常把那个没有车，为什么不走呢？他讲这个意念，讨方便占便宜，但是呢，我的魂告诉我，我必须遵守规矩。 新造的人从信而受洗开始，故此以色列传家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立他为主为基督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耶稣是主是基督这句话，就觉得扎心受感动，问彼得其余的门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啊，如果你要问我当怎样行，你问彼得，那就没有问题。 你问拜菩萨那个和尚呢？那你就灭亡了，你就一定没有办法。你问彼得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回答说：“你们个人当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洗净你的罪，钉死你的私欲，然后呢，新的教训，就是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 所以你信而受洗，罪洗干净了，你多一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圣经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，帮助你的魂，斗争，你肉体的肉体，你肉体的私欲，还有罪的声音，你就两二对二，好像平等一点，公平一点，你就有。
你还有一个灵，你自己的灵叫你用肉体，那个活的灵，加上圣灵的智慧，还有你这个魂自己喜欢，我们的这个活的魂喜欢神的道理，加上圣灵的智慧，你就能够活得好。 在那一天，门徒3000人受了洗，主将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。什么教会？传世都应该知道基督的教会，而且你要英文一本，直接一点。如果你不是英文一本呢，也可以，但是要转一个圈。那天就有3000人得救了，主把他们放在教会，不是你自己选择。传世界1500年。 欧洲人开始传错道，你信而受洗，加入你喜欢的教会，不是圣经的道，不是你加入，不是你选择。好像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，是神带领你们，不是你自己选择。我常常这样讲，我们生孩子，孩子没有问过孩子啊，我就是姓陈的家，你要不要出来啊？不要就不要，不出来了啊。 没有人这样问的，是父母把他生进去的 ，OK， 这个人都不明白，1500年也不明白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可能是太简单了哈、哦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：你们当救自己，你自己要决定，人不人替你决定，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特别是我们第一代信耶稣的。 他们自己决定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你自己决定，你的魂决定很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魂本身就喜欢。为什么会搞到现在才有机会信耶稣、参加聚会、敬拜神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。 你任凭你的魂很辛苦，在那里劳苦叹息。第六了，我们若负了这么大的救恩，不能陶醉。这救恩是体现主耶稣自己讲，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和百般的异能、圣灵的恩赐做见证，主耶稣自己宣传。 上帝用奇迹做见证，使徒们把它写下来了。这三方面的见证，愿神赐福保守。哦，原来这里是网络。